我非常期待接下来这位选手的出场哦。这位选手他的表演风格是不说话。掌声有请张双剑。欢迎。两位老师好，两位老师好，欢迎双姐。哎，我没准备点什么东西，破坏这个意境啊！不是说好咱们今天从你上场到你离开都不说话？好，开始。最好都让我们不知道你是谁。过我了吗？啊，两位老师好，我叫张双剑啊，是以前是个魔术师，后来呢做了这个默剧表演啊，就是有时候街头也演演啊，各种演演，对，混口饭吃啊。其实混口饭吃，默剧是现在很多年轻朋友很喜欢的一种表演方式，哦，他不靠台词，对，完全就是要靠形体表演，对对对，来给大家制造这个惊喜，对，制造欢乐。就刚才那样的那一个瞬间，大家我都听到叫哇，其实这是很经典的动作，对，比较经典，看起来很容易，其实很难啊。要不试试啊？要不然我们请一个啊，哪位同学要不要试一试？从小伙的这个身体素质来讲，他正常也够呛能拿起来。哎，你试试试试，能拿起来吗？哎呀，可以呀！呀，是这意思啊！来，哎，用力把拉起来，拿起来，使出吃奶的劲儿，用力就啊！哎，可以，把我箱子弄坏了啊！是真拿不起来吗？你还是当然拿不起来，这里边装的七个地方，它有那个磁力，它是有磁力的，有一点啊。练过呀，嘉明哥，全被破坏。哎，小伙，你来表演刚才那一段，在空中拉不动。对对对，我来。双姐先给示范，双姐先来示范一下，这是很经典的啊。这是默剧里面非常经典的一个片段。悬浮。哇！快，你来接着交给你。开始。开始，不要羞涩，来。你就是拿不动的，对，大胆一点。哎，可以，这手指头有点不够长，对吧？对，好，哎，可以。其实它是有一点小技巧在里面啊，对，小技巧，你可以告诉他啊，这个小技巧，这个手，这个手的小技巧啊，看手，你看，哎，看，注意看他的手指，其实有一根手指头啊，就一根手指转过来，对啊，一瞬间，对，再来试一下，试一下，小伙，你一定能行的啊！一根手指啊，来开始。哎呀，可以啊！呀，很快啊，很快，嗯。哎，好。好不好玩？好。想不想学？来，交一下学费。哎，哎，对，我们后台分账啊，我们后台分一下。好，谢谢小伙。啊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最早的时候，默剧。像一个无形的墙，不知道你们在电影里面应该见过，还有那种是不是？你给我们展示一下，展示一下啊，展示一下。哇，看他那个力度的控制。好会骗人呢！啊，那是还骗不到姑娘，你说这个有点当年那个咱们七十年代那个霹雳舞那个啊，有对好多异曲同工的地方。对，重点那一句话没听见了，这么会演也没有骗到姑娘。啊，来有请 S 九组合登场，有请。我们今天把每个环节都连在一起了。对，我也九零啊，我也九零。那为什么啊找不到女朋友呢？就一个人待久了，我们像我们做这个默剧的，其实人很少。
喜欢的人也少，然后做这个职业的人更少。平时我创作节目的时候都是一个人，就一个人在那里疯癫，看似疯癫都有点，但是其实真正就是艺术是相通的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你一定是没有遇到欣赏你的女生。哎，你机会就在此刻，是吗？四位 S 九零姑娘就坐在台下，再给你一个表演的机会，来获得他们的芳心，好不好？还有准备其他的表演？有，哈哈，有，那一定有。有一个比较也是比较经典的一个小节目吧，我去稍微演一点点，然后需要一个衣架。什么感受？杨老师这一个人自己玩的挺嗨呀、啊、对，就这样啊，我就所以一直单着、哎、这种表演多了之后会有精神分裂吗？哎，真有，你得有两个想法，就是你得想他是怎么想，他是怎么做。哎，要不杨帆老师试一下，来杨帆版啊。天这个还是暴力版的啊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这究竟是爱还是恨呢？掌声鼓励。你是出生在魔术世家，所以这会让我们觉得很奇怪。我说为什么你没有像子承父业，然后把这个魔术学会，然后反而去学这个？就我就是叛逆，你知道，爸妈都学这个，天天哎你要这么做啊，知道这样变才是对的啊，那样不好啊，怎么，就是有一种叛逆心理。实话实说，很难吗？在这个舞台上？难，不就是因为笨吗？对，好，确实是啊，确实是。然后后来就喜欢默剧表演，然后今天来呢，也是准备了一个我第一次喜欢上默剧的这个节目，然后我自己就把它练成了。哦吼，就是当时你看了这段表演之后，让你决定想要学默剧。对，今天把这个表演带上黄金舞台。哎。其实双剑放弃了魔术而选择默剧，他其实选择了一条更艰难的路。是的，因为魔术本身它是有机关的，有设计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默剧是真的需要花时间去练，就像刚才那个简单的那个箱子，那个我们知道原理了，你告诉他是一个手指了，但是要反复训练才能有逼真的效果。对。但是呢，越难的路越会成功，因为走的人少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请说出我们的口号。是金子总会发光，请转身。请登上黄金舞台。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。
挑战成功。真的非常喜欢你的一百秒表演，而且我们真的喜欢不说话的你。我觉得别的选手我们在这个时候都会说祝贺恭喜加油，我就送你两个字，坚持。真的坚持加油。好，我们来看观众的支持票数。哇，148票，就差2票，其实就需要坚持。加油，双剑。